Hello， 欢迎大家来到兔娘频道，我是兔兔娘。今天我们已经到了高雄，又是一个出游的日子。今天我们是特别要去找我们的朋友。大家还记得我们在做恭喜之前，有特别邀请一组七七家庭来分享他们试管经验吗？那个可爱小女孩娜娜，娜娜跟她的妈妈们，欢迎欢迎。我是我旁边的妈妈。娜娜在这边。在恭喜出生之后呢，我们还没有跟娜娜见面。但你在肚子里的时候，娜娜有来找过我们哦。总之，我们今天呢到高雄来找他们玩，然后他们给了我们一个非常 hardcore 的行程，对我们两个而言蛮硬的啦。因为自从有了小孩之后，也觉得小孩其实蛮需要放电的，也一起跟着小孩来看世界了。你带我们出来玩，你知道吗？那我们就去跟他们见面，吃早午餐。你有没有想我？有没有想我？有没有想我？恭喜啊！那时候恭喜在肚子里面，现在出来了。你觉得他长得怎么样？我觉得都很有，可爱还是帅。不要再跟我说一个小秘密。他很会讲。真的，我不会讲出去，但是你用麦克风，大家都知道，大家都听得到。觉得你儿子有被冷落的感觉？没有啊，没有。妈妈在捏捏看。好可爱哦！天哪，那个质感跟我想象的不一样。恭喜实在是太受欢迎了，以至于众多姨姨疯狂要抱他，所以我现在就是相对于轻松，可能等一下可以好好吃一顿饭。现在恭喜就有点想睡觉，然后有一位姨姨自告奋勇想要把他抱到哄睡。你等一下来看会不会成功，我觉得很有信心。然后我觉得好多小朋友在这主题就会非常的多，这个话题性就会非常错综复杂，我好难录哦。对，看起来非常软烂的小童啊，打哈欠了，打哈欠了，成功，谢谢有意义。娜娜开动，弟弟已经睡了，剩一只脚在外面。好的，我们刚刚已经吃完了我们那一顿饭，有点混乱，非常的混乱。这场的小孩除了恭喜宝宝以外，还有两个小孩，然后整桌的主题有非常多这样子。大家对恭喜很好奇的时候，我就想说不要冷落另外两个年纪比较大的小孩，所以我就会陪他们两个讲话。那这样就变成说没有办法录，因为大家都很混乱的一个状态。然后我们现在吃完那一顿饭了，我们现在到了娜娜她家，这样我觉得应该就会比较能够好好的。希望啊，真的未知哎，我觉得我们在踏入一个超级未知的领域，然后现在恭喜已经先被抱上楼去了，这样子。到目前为止，你有什么心得吗？我看其他妈妈们这么有爱的情况下，他们现在是各一只小孩，然后我觉得我们两个这样要生两只，我也是觉得蛮佩服我们两个。我觉得其他妈妈都很悠游自在，只有我们两个就觉得很慌张，有一种很没见过世面的感觉，你知道吗？但我觉得我们可以，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，可是我们就是要花费比他们更大的能量去做好这件事情。但我觉得我们做得到，加油！你看我还带了这个，等一下在地上玩的，有安全帽，就是它可以防撞到头这样子。好，走吧，恭喜已经戴上他的安全帽了。他们想要走进去。哇，我简直就是孩子王。就是说啊，你儿子看起来很……你儿子的脚好像被车压到了。现在有个重头戏，我要来发礼物了。哒哒哒，为什么？我现在赶快把一切流程做完，就关机，妈妈也要关机。小心哦！你有没有小心小弟弟？我被点台了，我被点台了。这个怎么玩？你要教我玩啊？哦，这样子哦。啊，这个我来，请你吃这个甜甜圈好不好？我要吃三个。你要吃三个，那阿姨用手拿。三个甜甜圈，一个手抓的。娜娜小朋友，你的三个甜甜圈准备好了？吃完了。啊，吃完了呀？啊，好好好，好，我在做，还是很混乱，对不对？对，还是很混乱。然后一个在那边，哎呀。好难哦！一个在那里玩，给你。然后他现在要请他吃东西，然后勾起来的。我想要一个绿色抹茶甜甜圈跟一个粉红色的饮料草莓奶昔。娜娜，开始做了吗？老板，我好饿哦。老板，我们需要三个。他说什么？我们家管理点的太复杂，是不是？我要等明天，你吃不到。这里有个宝宝还在玩这一只三眼怪，然后另一个已经把车停好了。人家有在摆摊，他已经准备要。
哎、欸，你准备好了，你就可以查阅到了。永远拿不到点心。可是后面有另一摊呢、欸，你有足够的钱买两摊吗？有，因为我第一摊钱都还没掏出来，老板一直不卖我。因为第一间店一直不卖，他一直不卖我，然后这个一直在拱桥。哦，快被他们打败了啦！我等一下跟他们玩一个游戏，什么？玩躺好。哦好。哎、欸，开店了，小狼他开店了，老板。我要一个抹茶甜甜圈跟一个草莓奶昔。竞争商家，竞争商家，快点！客人你要买吗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我的抹茶甜甜圈跟草莓奶昔呢？另一间店的老板要抢生意了。哎呦，我是新的老板，你们为什么都不来玩我的店呢、啊？刚刚是什么？有一个那个音，我是新的店老板，你们怎么不来我的店呢、啊？他这个第一间老板做完了没？你永远拿不到你的餐点呢。没关系啊，我随便了啦。他现在要做美人鱼，这个在干嘛啦？我快疯了哎、欸！这是什么？这看起来很像龙虾哎！你才龙虾。你很确定你开了齁？那我要点餐咯，巧克力甜甜圈、香蕉奶昔跟一个香蕉，因为你让我饿太久了。他又要进入他漫长的制作的时间。谢谢。没有要给我盘子啊？那我的香蕉奶昔呢？谢谢你。哦，好饱、哦，好美味哦！这是谢谢你准备的餐点，你终于点到你的餐点，吃到你的东西了，恭喜！真的，是送给谁的？这是给谁的？打开看看吗？打开看看，好有老板的感觉哦！打开看看，你是不是有一双？我就知道，不是纸，宝贝，我们重点在鞋子。哇，你看，你看，宝贝，我们现在交换礼物的环节哈，请坐。噔噔噔噔噔，你看是什么？是牛仔裙哎，恭喜有两色，所以你们一人都可以跟他打一个。我觉得白色给他，然后蓝色给娜娜。谢谢。这是要送给恭喜的吗？啊，怎么又有东西了？就送给恭喜一个贴纸。高雄人比较热情，对吧？自己的家当都全部拿出来。哦，你现在配这个白色的也很好看，你也觉得很好看，对不对？表情很满意。娜娜，兔兔喜欢 Hello Kitty， 你可以送给兔兔吗？我没有说喜欢 Hello Kitty。他不好意思说，你可以送给兔兔吗？他很喜欢，你可以拿去给兔兔。谢谢你，娜娜。那等一下两个。我觉得小孩混乱程度啊，一个都可以干翻两三个大人。好了，他们现在已经穿上衣服，准备要画画了。现在给他换衣服，因为要给他进行画画的环节。好帅哦！把那个衣服弄脏。有人现在要来画画，我们从红色开始，是恭喜最喜欢的颜色，因为他喜欢红橙的女生。红色有兴趣了哈。哇！我突然觉得选红色是错的，这个很像是发生命啊。摄影师的我刚刚经历了画画那一出，然后还有洗澡那一出，这么惊心动魄的，最后我就想说，恭喜是不是差不多三点要喝奶？就我刚一看时间，现在才12:59，跟我的体感的时间完全不一样哎。恭喜现在拿到一个书，这书可以干嘛？妈妈跟我讲解一下。你就看上面很多格子，这个一个都是一个音乐，然后他就很喜欢。我摸一下就有音乐，是不是？然后你换这个。哦，嗯，这个是什么？啊，这是什么？我要擦。东西有够旧的。哎，你都夹不到哎，阿郎，我觉得需要娜娜来帮助你。你试试看。是不是卡住了？好，再一次。真的？夹到了呢？我夹到了什么？你那是夹不到的。哎，有了。好的，我们在娜娜家进行了非常混乱的行程，很多小事情发生是蛮有趣的啦。明明时间已经过这么久了，可是却只过了一下下，你会觉得欢乐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，但是带小孩时光总是特别慢。没有什么意思、啊，我没有什么意思，我只是想要说一下那个反差感。我们最后一个行程就是我们要去玩球池，然后妈妈会好好陪她这样子。刚刚恭喜都有多睡觉了，所以希望她等一下体力是足够的。啊，
娜娜，你的鞋子跟我们一样哎、欸，你看。我一家四口变我女儿，怎样？很开心是不是？要去求职，好开心哦！你真的知道求职是什么吗？你知道那是什么吗？你只知道好开心，对不对？好啦，觉得是好事，走了走了对不对？我觉得在多年前，我对求职还是有印象的。我大约还三四岁的时候，又玩过求职。我没想过现在还要再带自己的小朋友来玩求职这种东西。重点是呢，我小时候觉得求职有点脏。我这个有洁癖的小孩，看起来很好玩。但玩起来很普通，我就是看恭喜玩起来觉得是一样。我不知道我在期待什么，但就是蛮期待的。好漂亮的颜色！哇！妈妈在这里啊！爸爸那个小帽、啊，喜欢吗？喜欢被淹没的感觉吗？太好笑了吧！你看起来很梦幻男孩哎！我也想笑，哎，好舒服。紧张哦！不会了，滑梯。哦，呆呆的，那那也要滑溜滑梯。妈妈，宝贝，玩得开心吗？等一下去吃饭喽。用力了，一个寂寞，真的。丢掉。那大家给你买新的好不好？丢掉。你怎么一直偷摸他？你也可以摸我，摸我好了啦，摸我。好了、欸，太过分了。你觉得我们的位置好像被取代了？有，以前我觉得他很爱我，他曾经还跟我录音告白。我爱你，朗朗跟兔兔。现在已经没有这种东西了。现在有人在拍手啦，哈。对啦，都是你啦，你啦。他开心就好。笑得好开心哦、喔。乔之恋，他们两个已经到一个忘我的境界。会不会大？哦，好啊，你自己生，自己生啊，还是你的？三个可以生。哇，娜娜姐姐，一个啊，娜娜姐姐，那你要生几个？两个。我帮你顾，你就生两个。啊，我不顾就生一个。成交。以此为证，以此为证。你们两个的契约在此影片已经被记录。等一下哦，我也要赶快帮我拍，听吗？听吗？太好期待哦！是不是很幸运的？哎呦，艳福不浅了，这小子。好了，今天的行程就到这里，我们跟大家说了拜拜。最后的时候，娜娜还很远很远的地方，然后叫说要想我。好可爱，非常哈扣的高雄之旅。这一只小仔仔要真的彻底没电，然后赶快回去给它洗一洗，然后喂奶睡觉。我觉得这趟旅程我学到一件事情，就是你还记得上次我们去花莲？其实我觉得那是比较很简单的生理需求，就是吃啊，然后一个景点。对，现在是整个就是以行程为主，吃这些为辅，对我们也是一个挑战，但我觉得我们成功了。今天有很多会带娃的帮手们，有很大的差别。决定了以后就是约妈妈，开始黏着他们。好有经验哦！好啦，那今天影片就到这，喜欢的话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想说拜拜。不可能喜欢娜娜恭喜的 CP 吧？恭喜说拜拜，瞬间变主 CP 了。